共读圣路加福音。耶稣大卫的时候，人群中有一个妇人大声向他说：“怀过你个胎，甲你浸过个年头是有福个。”耶稣却说：“当时伫顶听天主个话，是尊敬个，更是有福个。”基督个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了。今日个福音，咱听到耶稣在讲道理个时候，有一撮人就一个妇人突然间就大声就听叫，但哎呀，伫当时做了阿爱个，做了阿妈个呀，真是有福个呀。这个妇人就先叫，伊应该是真欢喜啦，也应该是真舒格圣伯格真舒格耶稣啊。所以大了就写个回答啊，圣伯真实有也是有福个。伊就写答是对哈，因为圣伯是天主特别转选个。咱在圣伯去拜访伊个表姐伊丽莎白个时候啊，伊丽莎白本是就写伊充满了圣心个答。哇！到父亲当日时受祝福个，了那个太子耶稣也是受祝福个，所以伊就是大概话是真感个。但是耶稣主回答个时候，耶稣等等，但是你爱注意啊，你该是如欢喜个，如祝福个呢？就是伫顶听了天主个话啊，去受个。耶稣唔是反对这个父亲所答个话，耶稣是答，是你答个是对啊，做我母亲是有福个。但是你唔爱爱栽本啊，但是你啊想爱有福，你本有病有福，做你咩呢？啊，就是爱听天主个声音，了受天主个声音。这个当听天主个声音做咩听？天主专门教咱大话，真多办法。咱推圣经个时候，咱读经个时候，天主是教咱大话。咱听神父讲道理个时候，哎，天主借神父个嘴啊，教咱大话。有时咱个朋友啊，伫底个伊人来教咱大话，了教咱提醒的，哎，啊，我听了什么道理，我读了什么。下次啊，这个要真有意思，跟人分享啊，这也是天主跟人打的。了有时咱个在祈祷的时候啊，咱心内有一个感动啊，好像天主在咱个心内跟人打的，这也是天主跟人打的。所以上次有个咱是爱静下心来听，来分享啊，那是天主就是教训人，天主教人做咩？遵守耶稣主的话，怎么对耶稣主理解？哎，咱都爱接受。但是唔单单是听接受，上次要解，咱爱在咱个生活当爱挖出来，挖出来听主个声音。这个圣约伯伊甲咱个写下来，背下个伊就呾，那是一个人伊听听主个话，那是伊无识惊，伊个。一旦是听是假个，咱个正确是有听，咱就得爱实践。安尼听主个话，在咱个生活当就是有生命个。了，咱那时啥物事真有福个，但是咱本有病个有福，但是咱也照生个听主个话，甲实践听主个话。感谢大家，听主祝福你。